服务员，点菜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先生稍等，您先坐一下啊。哦哦。来来，点菜来。哎，那个先生，您想吃点什么？你们家有什么特色，先给我介绍一下。我们这有意大利面、西班牙面、法国面、日本面，还有中国的兰州拉面。行，这样，给我来一份你们家的那个特色牛排。 然后还要注意点啊，其他的配菜啊，都给我上你们家最好最贵的，我中彩票了。啊，真的啊？好，好，去吧去吧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那个您好，我也要一份牛排和它一样的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小包，点的什么？他们这两位？两家都要了最贵的牛排，看看咱家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扣在牛排上。 最贵的牛排是不是？最贵，好嘞，那个我准备一下，你先把这个沙拉给那个一号桌先上。你看见没有？人家刚才甩了个包袱，看看咱家有没有什么最贵的东西，全扣过来上面。这么快呀？沙拉，但是这道菜它可不是普通的菜，是吗？这道沙拉它是用这个金粉拌制的，绝对显示出您的高贵。行行行行，我尝尝我尝尝。服务员啊，你们家这菜里边。 怎么还有头发呢？是不是你掉的？怎么可能？你把你们家后厨叫来，肯定后厨掉的。来，后厨，厨师，是啊，来，咋啊？厨师，这个人说这个菜里面有一根头发啊，头发，对，你看看。 还真是啊，你头发不可能是我的呀，哥。哎，肯定是你的呀，你不后厨吗？太拼了，他。情侣啊，包贝尔同款发型。 你说包贝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啊？看着他老婆这样，你家餐厅特色呀？你咋不说呢？咋不说我没头发呢？对他也没头发呀，你看，不仅他没头发，我没头发。来，你把头发摘下来给他看看。我就不太方便了。